Who will fall in love with other men's TikTok? 我是小新，我是龙文。今天应大家要求，我们两个要来一期不心动挑战。谁要是心动了，谁就不喝醋。过了多久，我都明白。可以，你不觉得就很可爱？我觉得眼睛又水汪汪的，我也觉得，不觉得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不是，嗯，好，别骂了，不会，让我没关系。没有，不是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单纯觉得他这个视频拍得很好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流。喝吧，喝吧。无语，也是无语。陶老师很帅，然后他身材也好，但是我对他是那种朋友的喜欢，就完全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相信嗯，他是刘泽台喜欢的类型。笑成，你是不是心动了？就他你就是心动了。就变完妆了。接下来这一首你肯定会喜欢，因为很多人喜欢他。在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，他长得很好看，但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就我看着完全没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真的 OK 我说 Till we spark up the night 就挺不错的。我要把微信推给你算了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了。到你又如何？ Anna. Oh my god! Wow! 你在嘴角上一次。突然有一天你能练吧，喝吧，这个样子。你给我倒这么多，我刚给你倒那么少。行。心动心动，很不要脸，必须心动，很不要脸，把自己不心动挑战把自己加进去。你是谈恋爱吗？对，这个时间是最美的。